最近则出现了一群穿着 bikini 的正妹，脸蛋身材姣好，个个都是冲浪好手。站在这浪板上这帅气程度呢，绝对不输给男生。而目前他们也正在密集训练，要参加秋季的垦丁杯冲浪赛。其中有一名台的混血女大生，更成了新的瞩目焦点。一起来看看。台德混血正妹冲起浪，架势十足，不止身材线条一级棒，冲浪的技术和协调性在大海中更是焦点。这位台德混血正妹名叫艾琳，就读中山大学，冲浪时间不长，协调性却非常优秀。她跟同伴一共八人，正在西京海边密集受训，将参加秋天的垦丁杯国际冲浪赛。对，我是瑞士来的，所以那边不能冲浪，我们那边只有山跟湖啊。来到台湾，觉得可以冲浪就冲啊。八名冲浪正妹来自各行各业，有的是发型设计师，有的是服饰店老板，也有大学助教和学生，身材好，技术更赞，想在冲浪大赛中抱回奖杯。顶着烈日密集受训，也成为其经海边最美丽的风景。我应该会游不出去。啊哈！觉得对我这几名正妹用冲浪板征服大海，也用行动证明自己，让大家知道冲浪运动并非只有男生专属。中央新闻记者黄柏成高雄报道。